欢迎收看时代足球总会，总会杯全港最强平朗对喜讯的赛后精华。咁先开波咧系着住黄衫嘅喜讯啦，而平朗就着住灰黑色衫。有平朗嘅教头，力水够嘅亦都顶到，但未出界啊！即系又嚟一球教头啊！今次即刻奔去右边嘅位置啊！有黄衫埋到去嘅，回翻去 K 个位，加多个后踩，两个人中间突破成功，转身咬腰一射成功破网，平朗打开纪录，领先1-0。入球咧就嚟自赵聪啊！咁啊呢球咧见到佢个人技术嘅，咁首先边线立到啦，回俾队友，再嚟一个横冲嘅突破啊！咬腰一射就帮平朗打开纪录啦！平朗领先一球之后，见到喜讯呢边啊，喺左路吸两吸，回俾队友。怎样做呢？右边空一点的，他令自己射埋去门前有伏兵啊，怎样最后那脚炒高了一点啊。之后又到平朗界球了，等入来等到尾柱没人看管，加一脚2-0添了。一个撞射帮平朗拉开到两球的差距，入波又是他喎，赵聪。上半场已经回开二度了。之后呢边就见到喜讯的攻势啦，回翻埋中间，分个右边俾后上嘅队友推进一步，就抽埋去世界波啊！网仔波帮喜讯追翻一球先，比数嚟到较接近嘅纪录1-2啊！入波嘅球员系郭浩林，呢度啦，中间分到右边冇咩人睇嘅，推进一步劲抽埋去啊！比分嚟到1-2，咁啊上半场啦，平朗领先2-1，下半场咧佢哋开波啊。呢边喜讯有球罚球，一搓埋去，门将都不敢怠慢啊，将个波托出底线。之后呢边龙门球大脚斩上去，立唔立到？各位立到，传埋中间一个撞射，2-2。比赛又要重新开始了喎！余子杰嘅入波帮喜讯追成平手啊！呢度啦，关华富立到呢个波传到俾余子杰咧，都功不可没噶。之后呢边平朗传失咗，喜讯即刻打反击啦，送队一程过咗一关，一射埋去门将攞脚将个波叉走啊！之后呢边门将传出嚟，自己人漏咗，结果落咗喜讯脚下做咗撞墙，一射埋去。好在门将救得快啫。呢两个反击机会嚟自喜讯喎，下半场喜讯生咗好多嘅，自己带埋入禁区里面传去尾柱位置，3-2。入球球员关华富咧，头先都做咗个助攻噶啦，今次啊自己接应队友嘅传送啊，咁你一路推埋禁区里边，关华富一路喺小禁区嗰度等紧嘅啦。喜讯反超前3-2，之后呢边大脚斩上去，又俾喜讯截到，立落嚟有一个反击机会啦，一个直线汤穿咗，过埋门将搞掂啦。入球球员又系佢，关华富，佢都入到今日个人嘅第二球啦，帮喜讯拉开到两球差距添。呢度啦，好冷静，见到门将出嚟，即刻插翻去左脚位，过埋门将，督入4-2。之后界球回翻去边线，再射埋去，门将挡到啊！呢球。就呢度见平朗分去左边，斩开禁区顶位置，推深少少传到去底线位置，门将挡底下，第二下落咗喜讯脚下啦。之后呢度平朗界球又俾喜讯偷到啊！喜讯又打反击啦，传埋去加多一脚5-2添啦。入球球员卢子轩。呢度啦，見到對手
立得唔穩，即刻一刀偷埋個波，帶一段傳埋俾盧子謙幫喜信鎖定5-2嘅分數啊！周邊邊時間無多啦，界球抌入嚟，回翻去邊線位置，再篤埋去後尾枕救翻呢球啊！個波落翻去平朗腳下，呢個時候球證吹完場之後，喜信5-2勝出。